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又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。给我买点东西。这是买什么？嗯，口渴了，给我来杯凉茶吧。给点哈。嗯。你给我吃不成？别动。今天的凉茶怎么是这样子的？放三天没卖出去了。还能喝吗？这里面都有雾气了。还有蚂蚁。还有蚂蚁呢，能喝吗？能喝。能喝，我来一杯吧。兄弟们啊，老板娘卖三天没卖出去的凉茶，今天要卖给我了啊。多少钱一杯？多少钱一杯？一万一杯。我靠。哦，那里面是你的妹妹吗？你妹妹挺漂亮的。哎，妹妹有男朋友没有？没有。学生一年级。大学生一年级啊。OK， 多少钱？一万。我靠。满满的一杯一万块钱。兄弟们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喝，反正先来买吧，就是专门买的，知道吗？其实我这杯我也不知道喝不喝，就是专门来照顾你生意的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到时候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啊。走了啊。